隔离霜跟 BB 霜的那个效果。不用隔离霜，经常用 BB 霜的朋友就要注意了，因为隔离霜会对我们的皮肤隔离开，会对我们的皮肤避免一个伤害。我们就做一个试验啊，这是我们的爱多美隔离霜。哎，我们先把这层纸上面擦上一薄薄的一层隔离霜， BB 霜我们擦上去，这边是没有隔离霜的 BB 霜，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试验，看它的效果是怎样的啊。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啊，他们是不用隔离霜就直接用 BB 霜的，看一下他的皮肤啊，来查一下我们这个不用隔离霜的啊，想想你的皮肤会有怎样的一个效果呢？假如你再不用卸妆乳，不彻底的深层清洁你的毛孔，你想一下你的毛孔，你的斑点是不是越沉淀越暗呢？那这就是不用隔离霜用 BB 霜的效果，隔离霜就可以帮助我们把 BB 霜跟皮肤隔离开，没有任何的伤害。那我们加上我们的卸妆乳、洗面奶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。那个。